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高效办公，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。有一位同学呢，想做一个 MV 视频，学习了我们的 PPT 动画，他准备用 PPT 把这个 MV 做了，其他的画面呢都没有问题，唯独这个歌词跟着音乐同步出现难到他了。于是他提问，如何制作歌词与音乐同步的动画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，声音播放、字幕出现这些动画呢都很简单，唯一的难点呢就在于如何同步。这个呢可以通过一个叫做排练计时的工具来完成，我们一起来操作一遍啊。首先呢是添加声音，我们把声音插入进来，然后设置它的播放情况为自动播放，然后呢跨幻灯片进行播放。然后这一页我们已经添加好了歌词的内容，我们添加擦除的动画，设置它的动画效果为从左边开始，然后呢按照段落进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准备工作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操作。我们在幻灯片放映的菜单下点击排练计时，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放映了，我们跟着音乐按住键盘来播放这个动画。播放完毕，它会提示你是不是保留这个计时，我们点击保留，然后呢回到 PPT， 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使用计时，就是我们刚刚排练的啊。确认使用这个计时，我们就发现以后在播放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自动按照你排练的时间来播放了，从而实现了歌词与音乐同步的动画。好的，总结一下，我们发现其实让动画跟音乐同步，这个本质上呢是设置动画节奏的问题。平时呢我们需要在动画窗格里边调时间，但是呢因为有一个排练计时的功能，让我们这个设置呢轻松了很多，以后在做视频的时候呢这个方法非常常用，大家呢要注意掌握。好的，恭喜你又学习了一个新的技巧，这里是高效办公，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